好，少宇哥表情管理，少宇哥，很心动吗？心跳有加快，因为刚刚贴得很近，所以有点。元芳，你在假笑吗？他在哭吗？没有。下车哭最痛。阿爸，不是你我了。元芳又在哭啊？没有，我就一直流眼泪啊。我就是。你现在跟他讲一些对题我。你应该跟他学习。不可能吧？新的一年你还是单身吗？今天我们小姐不惜地就要化身爱神丘比特来帮大家联谊一波。我刚刚一直想说有一句我已经有点不确定，后来又是花生丘比特的一波。开始的第一场总是这样子嘛，对，大家都在醒脑中。可是我必须要讲说，今天来的三位男士，其中有一位我不觉得他是真心想要交女友啊。哎呦，因为他每次来都一直在那边显示说，我现在的人生就是我没办法配合别人。对，我很豁达，我过得很开心。对，而且要找到线是一样的很难，很难。所以我不知道他今天是要来干嘛哎。我不知道哎，而且今天的那个关系很微妙。对啊，就明明有已经传过绯闻，然后又死不承认的人，然后他又却要当丘比特，对，帮他联谊。但是我也懒得再听他们俩的故事，因为很无聊。欢迎少宇哥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看到他，我不知道他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。哎，是。你今天是真的想来交朋友，还是来闹的？来交朋友啊，我有什么好？讲真的，一直交朋友啊，我喜欢交朋友。当然是有机会的，因为毕竟小钟哥都找到真爱了嘛。哎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啊，小钟哥就是号称联谊蟑螂，他都在联谊的节目里找到真爱了。他找到了，他找到了。谁？少宇哥，你可以的。谁？谁？这一段我们怎么都没有 follow 到？我怎么知道？谁？他就是好像有一次配对成功。在我们这方呢，我忘记后续有没有在一起了，就当下那个画面是很愉快的。可是雨萌，你自己是真，你是真是真的单身很久吗？对，单身很久两年。你怎么会交不到女朋友？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，大部分的很多人以为我是 gay。有可能是没有，你是开始化妆之后才以为你是 gay， 可是你在化妆之前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直男啊。对，但是直到开始化妆之后呢，这个东西更大大影响我的桃花。那也不愧是最近的事情，你不要怪到我们节目头上 ，OK？ OK。可是你说你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明明想要好好谈恋爱，可是都没有办法维持很久。对，因为我发现我以前谈感情啊，就是我比较在意感觉，就我觉得感觉对了，就好像可以去试试看。嗯。然后一没感觉就立刻分手，就很容易就是会觉得就是下面一位没有那么爱。可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很容易就没了耶。对。所以就发现，人类正常人类大概差不多三个月就没感觉了。对，那热恋期嘛。对对，现在就三个月。也没有，也是会有一两年的，但是就会没有这么容易，就是走那么长久。后来发现，就是因为我太容易一开始觉得不错，就决定要在一起。你是不是其实蛮适合帮饼干宣传的？你很容易就不想要，对，很容易就非常容易就不想要了。对，有些人有人直接用不想要了做一首歌吧？哎，正好我本人就用不想要了做了一首。对对对对，你还要啊？对对对，不想要了。而且这一次还特别找了一个大师，叫颜云龙老师帮我填词。哎呦，这个通道你还想不想要？我很想要，哇，不可能一次满足两个愿望。所以这一集就是假做啊，你根本就是来宣传你的歌啊。没有，但我听到底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想交女朋友。我是真的想，我也单身超久的。Hello， 你只是想要宣传新歌而已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正好是主题有搭到，但我是很想要来脱单的。那有种你就不要唱你的新歌。好，我今天就不唱。你他这一段会剪掉哦。好，那本来就没有要给我唱。喂，没有，有啦有啦有啦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你以前也是歌手吗？我以前不是歌手，我慢慢的变成歌手。OK， 那就因为今天是联谊嘛，我们就不多聊你的音乐喽。好。可是你单身多久？我大概单身两年多了。对男生来说，两年多算久吗？其实很久，正常应该有些半年就已经可以脱单，三个月可能就可以脱单。男生那么快哦？很多很快的。可是你是不是有资料显示你三任女友都是他们反过来主动追求你？不是，因为我不会追女生，就是哇，我的意思是什么渣男语录啊？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怎么追女生，因为你没有任何招式。因为我遇到喜欢的女生，我会变木头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再白话一点，他的意思就是那些女生都直接送上来。不是这么说，就是可能我在喜欢的时候，
我会想传简讯给他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要传什么，我会尴尬掉。请问一下，那个陈轩的这个面相是真的会不会追女生吗？其实陈轩的面相啊，他刚刚讲到一个，我真的觉得还蛮准的，因为他其实他的嘴唇是比较厚一些的，所以嘴唇厚他是比较重情重义的，所以他是很难忘记旧情。那你看羽谋是真的，我的问题是什么啊？羽谋真的问题就是在他的太重感觉，因为其实羽谋的眼睛他很像兔子。哦，那兔子的眼睛啊，它就会很重视感觉，它感觉对了就都要，它都要眼睛眼神，就是圆圆的，像那种有点这种杏仁杏眼，杏眼，对对，魅惑的杏眼，对对对，像这样。所以其实你本谢谢，所以因为他介绍过杏眼的画法，对，要怎么拉那个眼线呢？很厉害耶，我想跟你学。那你这个像眼睛这个好敷衍的话，好敷衍的啊！你不用为了回他而硬回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想学吗？我们还有其他来宾可以讲话，对啊，相信人的。木老师继续你的表演。那少伟哥呢？像兔子一样。少伟哥他其实因为他的那个眉毛啊，他是比较没有像这种很长的，他是比较深，但是他是比较偏短的，所以他其实很喜欢就是那种刺激啊、冒险啊、新鲜啊。刺激，所以有。如果这个对象他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带给他新鲜感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。有说对吗，许元芳？我刚刚在听他们讲的时候，我觉得少伟哥跟那个 Wish 就是属于不想要，很容易不想要人家，就是一发现哪里不对劲，就会想说赶快逃离，对，就赶快跑开，然后换下一个这样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属于这一种，反而跟那个陈轩的不想要是不太一样。好，因为今天三位那个男嘉宾都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择偶条件，是梦想类型。我们看一下少伟哥的清单：健康、肤色、运动型，喜欢户外活动，个性活泼能聊天，穿衣生活有自己的个性。我每次都听到男生说喜欢运动跟喜欢户外活动，到底要多户外啊？多户外，我是觉得不要害怕就是晒太阳这件事，或是露营不能洗澡，有女生啊，露营不能洗澡，拜托。哎，其实人呐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很多女生说她喜欢运动，但是怕晒太阳。对，那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在外面活动，户外活动的人，其实你不能怕晒太阳，你怕晒太阳，你就没办法户外活动。擦很厚的防晒膏可以吧？防晒油可以。我真的我也很怕晒太阳，所以我一定会把自己弄的就是你还可以喷嘞，系数能喷的就是。而且你们是要在户外做什么？比如说露营啊，搭帐篷啊，或者是搭帐篷，你自己搭帐篷也要自己搭。我要讲一个例子，我曾经有认识一个女生，她一开始跟我讲说她喜欢户外活动。结果我当然很开心嘛，然后他说他会打网球什么之类，那我就说那我们约出来，我们一起去那个大家那边投棒球，或者是去踏青。他不是喜欢网球吗？对啦，但是你也要有场地嘛，反正我就想说先约出来看一下他是不是差很多。哎，对啊。重点是什么？他一出来包的跟像卖玉兰花一样，只露出眼睛，怕晒。他就是怕晒啊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喜欢的网球是可能在室内打。哦，壁球吧，对，类似像这种。我觉得这种男生好机车哦，就是现在一股新的风潮，就是逼女生一定要喜欢户外运动跟运动。嗯，所以难道不能从事一些室内运动吗？可以啊，喜欢白天。羽毛球就室内的就很 OK。对，羽毛球也 OK 啊，干嘛一定要往外跑啊？不是因为交往的时候会常常有一些室内运动，所以尽量就是在这是暗示什么？就是不能总是待在家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要走出来走一走、啊。那看电影也可以啊。有些男生很爱逼女生爬山啊。算了，我今天火气很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给你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我们看一下羽毛的那个择偶条件，好不好？理想型，长相可爱但气质高冷。对对对。相处感觉很理性，但有幽默感，身材不错，纯欲系。纯欲。怎么样是纯欲？完全都是矛盾的，你这两个都是矛盾。对，就是要很极端啊。所以台湾目前演艺圈，你还没有看过这样的女艺人，应该蛮多的吧？以前的话是徐若瑄，她现在离婚了，可以吗 ？Why not？ 对，单身 OK。对啊，若瑄姐姐，我是羽毛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可不可以自己透过私底下的管道去接近他？因为他又不记得我看节目。死老板现场就遇到徐若瑄了，拜托。你就是经纪人，透过经纪人，然后就层层关系、啊。太遥远了，不可能了。哦，好。OK， 好，那陈轩的，不要拿错版号。对，差点要。差点要在这，在这，通告费。你喜欢的是可爱的小芝麻，有才华或有一技之长的。
很会焊接焊工啊，也可以打铁，对，修水可能也可以，因为像我曾经有一任，他就很会划水，划水，他是划水的，就是那种国手。那我那时候就被他迷到一个不行，那很帅，对，那个很帅，他飞来飞去，晒太阳。OK 啊，就是阳光嘛，对，划水一定要晒太阳嘛，有点夜间划水，然后就不太爱去夜店啊喝酒。OK， 好，三个喜欢类型好像那个天差地远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真的准备了四位很不错的女生来到现场。我们就要来先欢迎第一位来联谊的女来宾，欢迎她进场。是谁？哇哇哇塞，啦啦队，很可爱。张晴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可是讲真的，你没有男朋友？真的？你多久了？2年多，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这就是有很长的故事了。哎，要现在讲吗？就是。嗯，目前为止好，你是啦啦队吗？我是演员，同时也是啦啦队。所以啦啦队就是一定要跳舞，跟一定要在户外表演。没错，所以就已经符合了。哎呦，怕晒，可晒。然后你有什么运动项目吗？你会运动项目？我会羽球。哦，羽球。哎呦，然后我之前是篮球校队的。真的假的？我的腿很壮。他完全不高冷嘞。有人说过你高冷吗？如果不笑的话，好像有一个角度很像迪丽热巴。啊，开始要扣分了。喜欢什么？谦虚一点。谁要讲什么？我刚刚还是在台上的。这样吧，这样有效。这样。不要再乱讲了。好虚。对，我的个性比较活泼一点。你刚才那个很长的故事是大概会到几分钟？大概到半夜。没有，我快速讲重点好不好？因为我没有很傲人的上胸，然后腿也不算太长，不过要看很都很标准啊。但是可能我觉得男生第一眼看到，可能那个视觉效果还是会先看到我旁边的女生，所以我的故事就会是我身边的男生都会请我介绍我的好姐妹给他们。你已经长这样了，他们还不要你？没有人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？你单身这几年都没有人跟你追求吗？我都是月老。我都是牵他们线的那一个人，还说你每次都穿古装，然后黏糊的出门，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是月老，真的是月老，就太乐观，太威亚，太爱古装扮相，一定有一两个追你，但是你自己没有 get 到，是不是？有可能，但是可能如果真的我也，可能他害羞，所以他也没有主动，离你很远很远很远那种，是不是？可能。你有遇过那种男生，你感受到他喜欢你，可是他却离你超远跟你讲话？张晴啊，他会叫别人跟我讲话啊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，他会说啊，我朋友对你有意思，然后说那你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讲话？这种我就会觉得那不行，就是他说这种男生你不行，他要直接一点，所以被动的男生你不会追女生的男生你不要。嗯，我觉得这样子没办法进到下一步。OK， 好，这样简单了，淘汰一个。所以那种男生你也觉得就是很婆婆妈妈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觉得要勇敢一点，因为我就蛮勇敢的，所以我希望他也可以勇敢一点。所以你看到喜欢的，你敢直接跟他要 IG 或是 LINE 什么之类的吗？嗯，我会靠近他，但是我不会直接跟他要，然后也要看他对我有没有意思。比如说你今天不小心有点喜欢上派翠克，你大概会用什么方式，就是让他知道你有点喜欢他？嗯，你会口渴吗？口渴哦，一点，有一点。一点吗？那是什么会不会是你们联谊成功啊？嘿，秋哥啊，昌晴，嗨，好久不见。你是不是感冒了？哦，有一点点。那你要不要擤鼻涕？哦，好啊，谢谢。还真的有，还真的有，你有从那个角度一直看他，有鼻水一直快掉下来。这样有贴心吗？有哎，哪一个比较得分？鼻涕，鼻涕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。
但是他逼我跟他一起喝。对啊，是这样，是万花筒吗？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很有可能，因为你已经有两个男生都，哎，他们刚刚听你在讲话，他们都在笑。他们是在笑我还是他们是觉得你很可爱？可爱的吧。好，我们先欢迎你哦。谢谢。第一个就这么可爱，真的哎，我们今天真的是很用心在准备。我们要欢迎到下一位联谊女对象是夏以薇。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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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你讨厌的那一种。你帮忙联谊的，对对，我朋友这就是你说男生会先看到的。看你，哇哦，有经有备而来，因为毕竟我单身也蛮久。你多久了？两年多。可是照理说，他就是你那种很容易就被男生喜欢到的人啊。可是因为我自己是对烟味过敏，所以我其实很少出来就认识新朋友，我没有什么场合会认识到新的朋友，而且因为很多地方公园也不能抽烟啊。就是可是像我们的朋友，他大家都约什么去唱歌啊这种的，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去。对，所以有烟味的地方你就不去。对，因为我是对烟味会过敏，然后他有时候朋友可能约酒吧，我也不太能去。那你酒过敏吗？酒我可以小酌一点，我就是有酒胆没酒量的人。你喜欢去户外吗？哦，我蛮喜欢的，我蛮喜欢 outdoor， 就我很喜欢露营，像我有重机驾照，我还有潜水。你有重机驾照？重机驾照，突然有兴趣了。是，感觉听起来有比我还 man 呢。还有重机啊？对，我们都还没有重机驾照。你们有人会骑重机吗？那你可以载他们吗 ？OK 啊。你们被女生载 OK 吗？会有点怕怕的，怪怪的。那我们就一起去考啊！我可以陪你们去。哦。你们有想考重机吗？还好啊。比较想要考，比较想要考那个专业美妆。有顶级的话可以找他。顶级执照。那劈腿的对象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我之前都会教一些，就是我没有很看重外表，然后我发现还是会被劈腿，那不如教一个帅一点的好。就不帅的也劈，帅的也劈，可是帅的你又教不到。我很就想要试试看。你心目中就是标准的又高又帅的男艺人是谁？那个国民那个男生，那个我突然忘他的名字。许光汉。许光汉还蛮不错。OK， 许光汉标准还蛮高的。对啊，很想教教看这种的。但是不到许光汉那么帅，可是很会逗你开心，可不可以？哦，可以。那个性上面你是喜欢？喜欢阳光一点的男生，有非要就是很爱运动吗？还是说就是适量就好？我觉得适量就好，因为我自己也会跑健身房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去，我觉得蛮 OK 的。你去健身房都做什么？我会做瑜伽或者做重训，就是教练带的那一种。哦，所以你深蹲是标准的？我 OK， 我可以深蹲。来，侧面吗？我可以。哦呦！刚刚有听到咔咔咔，是膝盖还是膝盖？你想要改善吗？34岁就有咔咔了，没有改善的方法哦。暖身一下，好大声呢！好久哦。那你喜欢主动的男生还是被动的男生？我喜欢腼腆一点男生，但是他可以带一点主动。就太被动男生我也不行。那你会主动吗？就是我可以试出善意，就是哎要不要一起去吃，要不要一起去干嘛，丢出这种善意。这种可以，会丢。所以你要看那个男生，但好，你试试看，你先从这个路人看看。他有试出善意哦。拜拜，你等一下下班要干嘛？回家吧，我没事啊。真的，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？吃什么？对啊，附近有间火锅很好吃，要不要一起去？我不想让头变臭哎。那不然我们可以去吃干面。哎，好哎。啊，好，是不是不错？要不要好？那我们这样一起去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可以吗？啊，吃完要干嘛？看你，我们再聊。哎，请问他眼神那么痴呆，你这么呆滞？你不是路人吗？羽毛还飘出来吧？那种痴呆眼神，可以啊，痴呆眼神吗？对。今天的女生其实都还蛮可以那个主动的表示你们的喜欢，对，因为我是火象星座的，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加分的，真的，因为女生在那边就是你知道很高贵，很讨厌，对，好，先欢迎你啊。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，反正就有可能。对象是谁呢？让我们来欢迎他。Joy。哎呦，看起来也很运动，好运动哦！你看那个大腿的线条。你好。对 ，Hello。你好，而且感觉很能晒太阳。
对，我很能晒太阳。你是长期待在户外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也是啦啦队，所以也会很被晒。我是同医师跟工程师，篮球的。哦，两个。对，可以这样子吗？可以，可以这样子。刚刚有讲那个小宗哥联谊的，就是跟你吗？是什么、啊？我刚刚在后面听到说，哎、欸，是我哎、欸，是他，是哦，你说你跟他联谊过。有，所以只是假联谊，是不是？应该没有在一起。就是他可能也觉得把我当妹妹，但是我们在场上的时候是感觉是还蛮好的、嗯。所以你有一点点动心，其实当下。嗯，就我不会，我不太在意年龄跟外形。对。外形没有，外形没有怎样吗？哎，小宗哥都符合啊，对啊，个性也有趣，对啊，外形。就是那一集，所以在节目中，你是真的觉得，也许你想要试试看，就没想到他立刻就下了节目就不理你了。他没有不理我，他还有约我去看球。哦，只是我那时候不在台北。对，我那时候不在台北，所以根本就是你拒绝他。没有，也没有啊。还是说他也没在续约第二次了？没有，就是相处起来就变得很像前辈跟晚辈这样子，对，但他也是也都有在关心我。OK， 好，好，我们先欢迎你，欢迎周伟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位联谊对象也来到现场，我们欢迎他。是谁呢？易飞。哇，你怎么可能需要联谊？在那边骗。哎，你应该是照理说很容易就认识男生呢、啊。可是因为我平常其实偏宅耶，我并不是会很常出去跟很多人这样子 social hang out 的。那你觉得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子的女朋友？我应该算是很好玩的女朋友哎，多好玩！就是可以拆解你吗？你也可以把手插到眼睛。对，你可以变桌游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因为我觉得我算是蛮多变的。就是我可以是那种很萌的那种爱撒娇的类型，可是我也可以是野兽派的。哎呦哎呦，野兽派这种可以。野兽派实力讲一个，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好像对于可能性或是比较 dirty talk, 太保守，对我那种都你很会讲 dirty talk， 对啊，真就我很 enjoy 这些就是所有的事情。这很，我觉得很给他加分。嗯，三个的，而且三个都变专家是什么啊？保守一点。你们赞不赞成一句话，就是女生会讲 dirty work， 当然是在发生那个的时候很加分。加分啊，代表你很释放在那个当下。好啦，欢迎以飞。那四位呢，就是刚刚这个聊天的过程，我相信男生跟女生都更互相了解。对，有时候聊天呢反而更真实的交流。真的。但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直接到身体的接触。张琴，你现在对面三位，你比较属于哪一位？我啊，他们都盯着我。我比较属于少伟哥。哎呦，来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从。从小，你是他的粉丝是不是？嗯，超级喜欢他所有的专辑，我都有。可是你就是粉丝的爱跟真的跟他交往不一样，所以对，那就是我自己的第一印象，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真的相处会怎么样。OK， 好，对对对。那我们这边有几项那个你可以选择的。第三个，第三个是骑车，男生把女生的手放进外套口袋。你骑车是多大？你就麻烦你就骑。基本上我们重机，没有，没有重机驾照，我们骑小绵羊啊。那我在这边等红灯，好，就是走几步然后等红灯的时候。哎、欸，好像有点冷哎。那还没开始啊。张琴，你要冷哦。我要冷。对哦，好，三二一 ，Action。好像有点冷哎。对，哎你就穿这样子啊？嗯。哇，你手都抖了。你要不要擦我的口？来了。哎，你的手其实是蛮暖的，对，你擦在这里的，两手。哇，暖暖包。我一口袋进去了，好浅哦。对，怎么那么浅呢、啊？这样没有保暖到手背啊！不能再更湿了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轻一点吧。手背没有。Yeah.
好像有一些反射的动作。扣起来。哇 ，OK， 哇，浪漫哎。好，那继续骑吧。没有，我想说。绿灯了。绿灯。我们现在没在赶时间，我们就享受一下现在这个街景哈。有些没有水准的人。谢谢。来，周晴，快，什么感觉？我现在没办法呼吸。真的假的？谢谢。吹乐手套。很心动吗？心跳有加快。因为刚刚贴得很近，所以有点。哎有没有不小心差点要碰到的感觉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哇，许元芳，你在假笑吗？哎，你刚刚有没有小蝴蝶飞的感觉？有哎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哎，他很温柔，他会其实蛮小心翼翼的，然后就觉得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。那他的手是很温暖吗？啊，蛮温暖的，很温暖。哇，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美好哎。他在哭吗？没有。笑着哭最痛，笑着哭最痛。教我，你看现在就这个局面呢、啊。我在笑啦，笑着哭啊，笑着哭，笑着没事没事，假装在真的对呀、啊，就笑。少伟哥刚刚这个被选上之后，又近距离的接触之后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蛮好的，连红灯都变绿灯了都不想走。OK， 好，那第一组进行了你的顺利。以为你的选择是少伟哥哦，少伟哥是真的有原因吧？有原因，是因为我刚才在后面听，就是雨萌有讲说他不喜欢就是什么晒太阳什么的，可是因为我很喜欢露营什么，那少伟哥就是喜欢露营的，我就觉得哎可以一起。想要跟少伟做什么？来，我们这边选项还有这些。我想要那个有车突然靠近，因为我觉得这很 man 哎。哦，对，你乱撞。那麻烦雨萌演一下车好不好？可以。人家大卡车还是？随便。你要一直有车，你是不同的车。你怎么一直在？你觉得接风？你要一直从头到尾在我们身旁穿梭就对了。然后你，我安排你要在外面，然后很慢。你在以为你在他这边，好好好，他这样车才可以攻击到你。然后你要瞬间不要让他被攻击。好好好好好。原地踏步就好。要让我们看得出来你是车哦。好好。三二一，你要小心啊！这边哦，其实车子蛮多的。马路还有吗？不是啊，就我们重点是要看他怎么保护女生，而不是要看你。都是你在抢戏，你整个把戏给抢走了。你刚刚甚至演到额头的血管都喷出来，需要那么大力吗？我刚才进入汽车的角色跟摩托车的角色。有啊，刚刚是摩托车的角色。摩托车角色里面，然后有大卡车，还有跑车。你差不多两次就 OK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而且你要让少伟哥真的有可以好回来。而且你刚才那个，然后刚才就是这样。对，不是你那个。显然就是想要把我们碾过，直接撞死，他是直接从我身体这样子碾过，差一点，你不要在巷子里面，要演很逼真、生活化的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嗯，好好好，来了，对，三，好好，你小心，这条路有很多不长眼的那个司机，爸爸，不要理我了，哎，跟你认识吗？他说你跟他蛮熟的。没水准，上次也是他，很好，这段演得很好，加分。这段雨萌演得很好，错了吧？以为感觉怎么样？哎呦，刚少伟哥手臂，哎呦，蛮结实的。哎呦，远方又在哭啊？没有啦，你还在哭？哎呦，伤口上撒盐巴呀！你要哭到节目最后吗？会一直流眼泪啊？那就是哎呦，忍不住啦。好难过，没有，你根本还是哭啊，没有。那人家追你的时候，你
有，不是啦，是九招啦。九招，九招跟九招是鼻子跟脸，眼睛有九招，手都缩，真的。所以你说王孝伟很结实，是？蛮结实的，有心动哇，那个胸哇，有心动。哎呦，怎么办？王孝伟已经被两个看上，真的。Joy， 刚聊完之后，你三位心仪的对象是？我觉得第一印象我应该会选陈轩。第一印象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眼睛有点，就是有点坏坏的那种感觉，凤眼。对，坏的感觉蛮吸引人的，他的眼神。那你想要跟他做什么？我想要女生发烧，男生用额头量体温。可以这样子，我自己讲的。他们想要把那个刘海有点拨开哦。哎呦，这个很亲密，好害羞哦。真的。好，来。陈轩，你把你椅子搬来中间好了，好不好？椅子搬来中间，让他坐着。哦，好好，因为要高低这样。对，我现在是发烧的。瘫软在沙发上面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我问你怎么了？好像有点不舒服，舒服一点。对，身体一直在发烫。我帮你看看你是不是发烧。好，好，哦，哇塞，很久哎。你好像发烧了。真的？背下去。带去医院。这样可以吗？真的吗？他晕了，他晕了，我还可以深蹲，我也可以深蹲，对。好，我好像好了，蛮帅的耶，帅。你有让我们看到他帅的一面？有哎，而且他刚刚是很，就是很认真，有那一段很温柔的，就是我有感受到他的额头的体温。那他真的有很热吗？还好了，还 OK。可是额头量体温真的是这样量哦？不是啊。不是用手去摸额台额头，他不是说用额头，都不是啊，为什么不用体温计啊？你回家！不是，你是发烧了，然后超热，小朋友，谁要看啊？谁要看？见不得别好，而且我们节目没有体温计，只有保水仪，我们只能测油水。好，这一位乙飞，好，我选少伟哥，嗯，也是他，对，因为他的整个人现在拿一个卫生纸给他了，他还在用同一张，还在哭，还在哭，只要选到少伟哥，他就哭，哎呦，快给九招，不是道歉了，不会，都选到他会在哭啊，所以乙飞为什么喜欢他？因为少伟哥现在是。整个三位男生里面最自在的，我喜欢那种轻松自在的感觉。哎呦，对，嗯，只剩一个了吧？只剩一个了。好啊，那是什么？围围巾。天冷将身上的围巾围在对方身上。男生围女生吧？就是男生用那个围巾，围巾，然后把它拉过来，一起拉过来，然后把你们靠绑在一起。哎呀！哇，来了！你自己会围吧？OK 了，围巾是要上单品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好冷哦，哥。哎呦，怎么穿这样？哎呦！回去了，王菲菲，怎么还在啊？怎么阿牛啊？已经偶像始祖了，上不了阿牛。哎呦，开头偶像始祖你好。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有一个那个围巾，我帮你围起来啦。哦，脖子不要冷，脖子一冷哦，全身都冷。哇塞，干嘛干嘛？围起来，围起来，干嘛？是这样围起来，围起来。少伟哥，你要低一点，你要低一点，太高了，少伟哥要半蹲。这个围巾好像有点短，对不对？不是有点短，是你们不够近。哦，不够近，你可以手可以，你手可以这样搂着干嘛？痛哭流涕，然后感受到浪漫之后，转圈圈。哇，至死不渝的爱，完了，好浪漫啊，这很浪漫哎，这么开心。然后乙飞现在跟他讲一些对听，我，你在海边讲一句，让他吓得弹开，快点，快点。不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不行，太可怕了。可以啊，不行就逼掉。对，我想要看看你 level 到哪。真的吗？你有没有资格跟我谈论？会逼掉吗？逼掉。好。
我靠！哇，真的啊！核弹级耶！行家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许兰芳很无聊？许兰芳讲不出这种话了，真的。你应该跟他学几个。你们都知道是要来那个联谊的活动吗？所以你们事先应该，比如说有小喷香水吗？还是有做什么保养吗？我觉得就是要谈恋爱之前，你一定要先会爱自己。可是我觉得现在的那个观念应该是说，女容是为了悦己，就是我们是为了让自己开心，因为你只有自己开心，你才可以散发那种迷人的魅力。对，所以日常保养就是大家都。都知道嘛，就很重要。但是因为之前我去年去了加拿大3个月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，我朋友就一直说要帮我介绍对象，或者介绍新的朋友，我就说不要，因为我平常不太喜欢出门。然后因为我朋友他就是很着急，他就跑来我家，就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大吓到，因为我们很久没见了，他就说，哎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？你是不是还在时差？然后因为就是欧美国家没有人在撑伞。防晒，我想说亚洲人去那边不可以丢脸，就是撑伞别人都会觉得你很怪啊。对啊，我就也学他们，就是入境随俗，就不防晒这样。结果可是因为我的皮肤很薄，就很容易晒黑，然后那时候就晒出很多斑，还有就是皮肤变得很干，很多细纹，胶原蛋白流失得很快。对，然后就后来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要怎么办？然后我朋友他后来从日本回来，他就跟我说他发现日本美魔女的秘密。是什么？就是他们保养都是要内外兼具的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吃的保养品可能就是胶原蛋白那些，但是你一定要吃的够量才会有效。他带回来那盒小秘密他就送给我，然后跟我说你要连续吃，然后就连续吃了几个月之后，就觉得非常有感觉。因为我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的脸是很保水的，很亮的，气色也很好。对，我今天有带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个胶原饮。现场所有的美人们，我觉得不一定是女生啦，男生也可以喝。因为呢，就是25岁之后，胶原蛋白流失的真的会非常的快。那如果你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又没有很好，比方说你熬夜，或是你失眠，然后或者是暴饮暴食，日晒过度都会让你的肌肤造成很多的伤害。那这个呢，胶原饮呢，它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它是由就是日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，还有法国烘鱼的复合胶原蛋白，还有它是有6000毫克的非常高的浓度的含量。再来，它有这个帮助入睡的米胚芽伽马萃取，对，它有4大的这个专利呢，可以让我们越睡越美丽。哎呦，你刚刚说的那个烘鱼胶原蛋白烘鱼哎。对，它是用烘鱼的软骨作为原料去做的这个胶原蛋白，它除了分子小好吸收之外，还有天然的玻尿酸，所以可以有1+1=2的效果。对，这一天要喝几包啊？我自己吃的习惯是，就是每天睡前喝一包。一天一包就好了。一天一包，因为它的剂量已经非常的高了，浓度很高了。我觉得睡前你喝的话，它本来就可以帮助睡眠，因为里面有GABA的这个萃取的成分。对，所以我都是通常是在睡前的时候才会喝。对，然后隔天起来就会觉得你气色非常的好。有鱼胶原蛋白会不会有腥味？因为它这里面有淡淡的水蜜桃的果香，它还蛮好喝的。你已经喝了吗？喝了。那大家可以试喝看看。对，那种稠稠的那种，可能对就很像对果冻，对。听起来很好喝哎，很好喝，因为它这个呢是有经过欧盟3星无添加的洁净认证，所以它里面是不含人工香料、防腐剂，也没有色素。对，所以它是纯天然的果汁下去调和的，你们可以试喝看，淡淡的那个水蜜桃的感觉，都觉得味道很重，但我觉得完全对，很多胶原蛋白，胶原蛋白它那个味道比较重，对啊，就比较重。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浓稠度。哎呦！对，因为一般的胶原蛋白饮它会有点像水，对，可是你看它的，它是有点，对，它有点果冻状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因为它里面的就是，这应该是市面上目前胶原蛋白含量最高的一款胶原蛋白饮。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，是我前几天刚睡醒的时候用原相机拍的照片。是这个素颜，对，素颜，然后没有滤镜，气色感觉很好，就气色很好，强了吧？
就自从喝了这个之后，我觉得晚上真的会比较好睡觉一点，然后醒来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的气色非常的好，看来就心情一整天都很好啊。对啊，心情超好的，带女神光哎。他今天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有化妆，然后他跟我说素颜，啊，皮肤妆超好，谢谢。真的，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，或是你是什么年龄层，都非常适合喝这个胶原饮，分享给大家这个秘密武器。谢谢，厉害。好，那刚刚这个联谊过后呢，要选出一个最终答案。四位女来宾都决定好了吗？好了，好紧张哦。我们一个一个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张琴，你最终的选择是？好亮，好亮，什么跟什么，什么跟什么？差了，你跟我们家就差了耶。你说的很温暖的。喂，你刚才跟他没互动啊？对啊。你说你没办法呼吸耶？刚刚在演那个车子的时候，我觉得超可爱的。真的有一台跑车就算了，它本身是一台车，变形金刚了。What the hell？ 我喜欢那种很幽默，然后他又会自己把生活制造很多乐趣，就是很放得开。所以刚刚那个过程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好可爱，很加分。哇！以为你今天没什么开心，结果原来车那段有差很多。你还是演车子好了，对啊，没料到路线了，我真的没料到。那羽毛，你内心四位，你接连一下来，你最欣赏的是谁？张琴，确定哦，人在选你，你不要后面有人写你哦，后面人就跑票，因为他眼睛就是会笑那种。哦，真的。对，可是你不是喜欢高冷吗？他不笑的时候其实蛮高冷的，他有一种就是那种陆剧里面的那种迪丽热巴，迪丽热巴，陆剧里面那种富家千金，感觉被家里关了很久，但是哦，好明确哦，对对对，好，那就是有一对那个咯 ，OK 了，联谊成功，那你可以过去他身边的。真的吗？还是呢？还是我过去？来，男生，你要以车子的样貌开过去啊！你要开过来邀请他上车，开过去，喜欢你车子，你是要大卡车还是？我想要那种很强的那种车子，很壮的车子，很壮的车子。以为一起做吗？你最终的选择是少佑。少佑，你们刚演的是，就是那辆车子，对吗？什么？从头到尾那段戏只记得车子。哦，你是被他撞是不是？对。哎呦，那少佑哥的最终选择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问下一个女生。我选陈轩。哎呦！哎呦！那你们两个有没有？陈轩，你喜欢的是？就讲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之前看他跟小钟哥的那个联谊，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很可爱，想抢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有去偷搜寻他。没想到今天就遇到。你有追踪他的 IG 吗？我那时候不敢追踪啊，今天应该可以认识，可以追踪。那你愿意清唱两句你的歌给他听吗？我的歌是不想要了，没有，不想要了。我很想要哎，不想要了，不想要了，不想要了 ，No， 我、谢谢，不想要了，就两句了，来要。好，陈轩，你可以过去了，我可以过去了吗？对，继续量体温。我觉得，对对对，我坐正吗？可以。哇，哇塞，紧张了。哎，以飞，你的最终答案是？少伟哥。来了，少伟哥，你我们以为讲了，其实我，但是我现在没办法走过去了啊。还没有一句话，他那个余威太强了，余威对，余威病的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我当然是选那个，还遮子哦，好比我已经还遮子哦，我想怎样？你要以飞，他刚才那句好，他现在刚才那句话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打转，对。所以我现在没办法走动了。而且你是不是在想，你是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把它消除？你那个喝的再给我起来。你跟博士要，你可以麻烦你过去吗？好，但是少伟哥，我不喜欢爬山哦。你不要爬山，不同的山可以吗？爬山，什么？爬山，爬山可以。哪有
希望你们可以互相追踪 IG 什么之类的。我觉得这边是有真的会搞不好有机会的哦。他们刚刚我们在讲到他们来讲互看，哎，你不要注意到小细节，你不要注意到种茶细的。大概只有我们这一组哈，我希望你刚才最后一句话是做效果。身体扛不住，我可能下一场还坐在这里，不知道会干啥，可能叫不出去。你很弱哎，哎，那个你有十年没听到这句话了。不要说十年，我从来没有在表演的场合听到这么直接的话。那听完我的整个血液循环都开始沸腾起来，从脚热起来，燃烧。对啊，太狠了啦，火娘。好了，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，笑死我了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，叮叮叮。